玩掌工時間12:00，一百人十月八號星期一。今日星期一就話跑橋四個細圈，我今日跑過計算過，即係佢哋話呢四個圈梗係唔超過2000多步，但我個計過咧，即係我開跑嗰陣時就係我記得我就6670，跑完翻嚟之後9140，咁即係總共加咗2460，咁即係跑呢四個圈。是超過2000多步嘅，不過以嗰啲你公里嘅計算是不超過2公里，應該是大概1公里左右啲咁樣。即係講多嘢話當作運動嘅，因為你下個星期二就已經開始比賽，環區跑啊嘛，所以做得好。不過星期一好似放假喎，就係跑星期一。但係不過星期四上星期一嘅課節啊。看看什麼價錢，十月即是現在的月份十月，考慮表呢，不是應該是說他10月16日就是環區跑嘛，但是17日同樣星期三星期四就星期一課節，咁即係星期一放假，星期二就環區跑，星期三又放假，星期四、星期一放假，星期五就想唔想又照舊啊？咁就話俾你聽，好 happy 嘅。點解 happy？ 因為下個禮拜過得好開心，兩日放假夾住一日就話環區跑，即係你唔跑嘅都行下當做運動，四個圈啫，對嚟講冇嘅。我今日跑四個圈都冇跑過嘅。所以我告訴你下個禮拜真的最正，雖然說只是 上兩日堂，只是上兩課，應該是兩日的堂，總之是很輕鬆，因為星期一和星期五都好像是一個上星期一，我們上星期五好像是一個很開心的日子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但今天不是，因為最後就是化學補課，因為他說做做曬啲 AMC， 然之後長文答16至30，淨係做雙數題目，咁即係16、18、20、21、24、26、28、30，做足8題喎，仲係聽日交，聽日補課就係補呢啲嘢，應該就係補呢啲嘢，唔好同我仲有其他嘢做喎。仲有一課仲未默書，默書我真係諗下唔出好過，好簡單出唔到。佢企喺後面，我點出咧？因為你如果你嗰個測驗甚至默書嗰時，甚至嗰個過嘅時間比較快啲嘅話，佢會寧願企喺度。但係你覺得好耐，即係例如你9個字寫1個鐘頭，即係星期三就測驗啊嘛。統測你都教過兩人兩下兩君子啊，呢啲課呢個兩人兩下兩君子嘅話，即係真係統測閱讀啊，測呢課再加好似兩篇閱讀理解啊，咁我明顯就係梗係坐低嘅，好簡單。你成個好可能係一個鐘頭冇人全程企喺度啊，你都好攰啊，只腳都。為了分數，聽日就即係跑步啦，要著短褲，唔著短褲俾人記。跑完之後翻到屋企沖個涼先，因為你諗下，你而家就潮濕翻啦，但係流好似話流到大汗，我四個圈都要捉住你流到大汗。咁好，咁就係佢已經清走曬啲冧樹。不過為到試喺
對面單車徑嗰度仲未清理冧樹，咁即係行人路嗰邊已經通車啦，即係我已通車嘅程度。我上次買雪糕俾我見到一種好奇怪嘅味道，一隻甜筒嘅味道係芝士烏龍茶味。都見我見到一啲都好唔知咩，上次見到有波子汽水啦，嗰啲波子汽水辣椒味、甘油味、橄欖油味，薯片就即係呢個可樂味薯片。朱古力味薯片、雪糕味薯片，乜嘢都有，即系仲有一桶嘅薯片系波子汽水味，乜都有。唉，玩亲呢个烂啲 M 嘅伤害油，边个其实都见到呢个人。而家见到好多人都系 level 五十，呢个就系 level 五十，佢公会系 infect。咩好似佢 LNI 嘅 VID 呢個 Invest 嘅 Blanca， 我唔識讀啊！日日都見到佢，我琴日玩又見到佢啦，今日玩又都見到佢。琴日玩嗰時即係佢就好興咧，唔就係咁啊！炸嚟攞一個望遠鏡，即係軍炸炸嚟炸冧曬啲樓啊！即係我殺咗佢45次，佢殺咗我1次，好簡單。我逼到佢隻機器嗰時候，我發覺已經唔見咗佢。但係後屘我俾人炸死佢，就俾佢攞嗰支望遠鏡炸死咗。但我心諗佢見到我咩？逼到佢成日翻返屋企，日日都淨玩呢個沙發，有飯唔食，即係玩呢個沙發。殺咗40幾次嘅，唔係我已經殺咗佢40幾次。即係都睇到我 cut 咗段片就話，等分數、分信、分數與分數之間嘅等於就係你要接受你先嚟反咯。而加嘅其分數之間嘅加減，我就係通分母。當你睇到我嗰、那個嗰個大頭嗰時候，都睇到加廿加15等於只主項嘛。你首先就將嗰個分數乘咗24先，乘咗個15先。然後將15嗰邊的份數又乘回過去，這個雖然說不是10次乘法，但都是可以叫10次相乘法，是真的十字相乘法的。等我看回卷子看看，是不是不是10次相乘法呢？等於都有通分母，怎樣通分母呢？等於就是你由乘丟過去變除，二次方就由二次方抌佢變開方，你都知道幾多列式嘅，跟住等於就由正抌佢變負，即係有時抌佢變除冇咗成。你都學過展開嘅，展開有一步就係十次相乘法嘅，即係 x 二次加二 x 再加一係幾多啊 ？x 加嘅二次咧，這個 iPhone XR 就佢喺12月尾先出嘅，但我嗱打算換機，由呢部 6G 換咗做 iPhone XR。佢話10月中，即係10月，好似嗰陣10月19號佢出社，好似訂，好似預訂，跟住到20幾個就開始有貨啦。XR 係 iPhone XR 係一個新，而家新出嘅，你都知而家新出嘅仲有 iPhone XS Max。但係我覺得 iPhone XR 嘅性能就好過 iPhone X Max 嘅，
兩份功課，一份就係之前即化 X 點與 Y 點相唔相似，另外一個就係化學補課嘅功課。MC 同連同文達都冇做，聽日就揾佢抄下先。你不同我講話，我話做咩？你個答案同佢一樣嘅。如果答案即係如果你話答案一樣，咁係咪叫抄？你話如果你話一加一等於多啊二，你識計二啊？一加等於一加等於一加等於個個都二，咁你話抄答案？